我们的于和伟老师，无论是在三国当中的刘备，还是军师联盟当中的曹操，还是建军大业我不是潘金莲等等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提到实力派必有于和伟，欢迎您于和伟老师。于老师跟在柳岩之后走红毯，他绝对是这个红毯上穿的最保暖的人。对，您这个大衣，您既然穿着这么保暖，那得飒一点哈。来，我们有请于和伟老师中间来拍照。而且其实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实力派男演员如何彰显实力，就是走红毯穿大衣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于老师，啊，帅帅帅，不，你就看那个前方的镜头，啊，太冷了，好，来看前方的镜头就好哈。好的，来，于老师要讲一下今年跨年档的宠爱，有于老师非常精湛的表演啊，里面演了一个为了女儿去追 idol 的爸爸，对，但接下来呢又有新作品了。叫做《人民的正义》正义，对啊，来介绍一下这部新作品好不好？《人民的正义》刚刚杀青，在青岛拍摄完成，是一部检察题材的，还有应该是比较特殊的类型题材，就是跟监狱检察工作相关的。哦，我在其中扮演检察官冯森。哇，还不错，还很好的一部作品，刚刚拍完。于老师自己能说还不错，一定是相当的不错了。那期待于老师更精彩的表现，感谢您来今晚民视头条。谢谢谢谢，也恭喜您19年的好成绩。